为何没有见面，想了解多点，难道你假钱，我衣衫没情身，讨你厌，我很讨你厌。若然是我太笨，想你讲多点，难道你假钱，说出口没意思，讨你厌，然后因暗暗灯不再见。但我当你变幻极平常，如留下伏线，或者死等等得到再见上帝旨，谁都懂得讲撇脱，谁又实实在在可撇脱，所以一秒心软，一秒又心酸。或者你肯将可爱性情大变，如果我想放松点，除非你肯结住越残酷的跟我说，我话越能成熟变得撇脱。若然学识分手可以好一点，其实很讽刺，我心知犯你憎，讨你厌，我偏不会厌。但我当你变幻极平常，如留下伏线，或者死等等得到再见上帝旨，谁都懂得讲撇脱，谁又实实在在可撇脱，所以一秒心软，一秒又心酸。或者你肯将可爱性情大变，如果我想放松点，除非你肯结住越残酷的跟我说，我话越能成熟变得撇脱。或者你肯迫使我性情大变，如果我想再收次，从此会知爱是极残酷，必须撇脱，有花不等于结果，便要看穿。记得3年前我都开心过，现在无缘。